丁儿啊，你在那个时候已经是老综艺人了，你怎么还不清楚呢？你还是开心在窃喜，超开心。你先帮我撑一下吧。你看接下来这个动作特别好笑，他要把价钱挡住。辣椒。贵啊。假的吧，这个。真的六十。放下。控不起，控不起。喜剧人，老干妈又次出现。老干妈，老干妈，我又一看见你了。多少钱？多少钱？哎呀，我的天，太可爱了！他买不起啊，照理说应该是，你看。你过来干嘛？干嘛？这是啥呀？我这是辣椒酱，重庆味道，有点少啊。还打算吧。我想不到别的办法，你知道吧？就哎，算了吧。然后，我觉得他真的是买的太多了吧？啊，十一，十二跟十一有什么区别？做我贼心虚。汤圆有吗？他们现在就可以放肆的买了，是吗？就是悄咪咪的放肆买。对，因为找不到别的办法，你知道吧？就是自暴自弃。面对食物的诱惑也没有办法。对，谢谢。因为核心是他觉得我没去，我但凡去了现场，他们就肯定不敢这样。关键是计算器有声音。哈哈哈哈哈！对不起，我声音有点过大了。谢谢啦，谢谢啊。